一般秤盘有两种，一种是 A 秤盘，一种是 B 秤盘。首先，我给你拍一个 A 秤盘。首先，把秤盘的袋子打开，然后拿出里面的秤盘支架，还有两颗螺丝，一个螺丝刀。放秤盘支架的时候，一定要这么放，这样放才是正确的。这个凹面要朝底的。这样放是错误的，这样是错的，不能这样，一定要这样放，凹面朝上，然后固定两颗小螺丝，固定两颗小螺丝，然后用这个螺丝刀把它拧紧，固定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把这个支架摆正了，摆正之后再把它固定。固定牢之后呢，再把秤盘放上去，轻轻的勾上去，勾到上面就可以了。就这样可以正确的使用了。